26日，蔡依林在新专辑发布会上回忆20年出道经验，谈及曾被质疑，蔡依林一度哽咽的说不出话。但是我觉得这一些过去都非常值得，虽然很不舍，但是加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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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宝贝！你知道我们很爱。27日上午，她发文回应此事，蔡女士昨天不舍得哭了，未来只有更美更好更自由，我们都这样好吗？今天的你记得出门前要对着镜子里的她说声你辛苦了。非凡娱乐实时报道。